这首歌不会哭了，真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哪一首会哭？疯了，你不要逼我们的乐队老师讲。好，接着就来欣赏古法低调含蓄内心却澎湃汹涌的潘玉文带来的歌曲。直到河沙还是盼望你会出现，我出发，手机没响，背起梦想，一转过身，眷恋更深。明天，孤单会是脆弱或力量，想念会见。月亮的海上，你是我的火光，牵着离开或许最恰当，找不到的泪光，有一种的悲伤，我不怕，有了牵挂容易迷惘，你用消失要我遗忘，我猜我懂你的想法，有些深爱叫做隐藏，我们掉的泪是感动或感伤，明天会说话，回头望的泪眶有最亮的火光，选择离开或许最恰当，你的爱放心上，随时都能出发到远方，有最亮的火光，选择离开或许最恰当，你的爱放心上，随时都能出发到远方，我不怕，后颁发特别奖，简讯人气王，得奖的是杨宗纬，请小林老师来颁奖。恭喜杨宗纬可以得到价值20万元的钻戒一值，发表一下得奖感言，这是观众投票给你的。嗯，所以我很感谢有那么多支持我的观众朋友，那也很感谢说有其他支持其他参赛者的观众朋友，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了很多的东西，那一直以来就是没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感谢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这边很感谢，就是
嗯，很感谢说。很感谢詹哥。阿咪，你赢了。很感谢说詹哥那么照顾我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呢这个简讯投票呢，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奖要请杨宗纬来颁发，那就是汽车一部。这一位被抽中的简讯投票幸运儿是来自台中的庄爸爸跟庄妹妹。恭喜！在众人的见证下，在数以万计的简讯发送者中，我们抽出了这位幸运的观众，恭喜庄爸爸得奖！再次恭喜庄爸爸、庄妹妹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有请其他的来石强来到舞台上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就要请他们呢来一起演唱在他们的合集当中的这首歌，叫做《因为我相信》。同时在这边祝大家毕业以后一帆风顺，掌声欢迎他们。一句话像首歌反复穿插，储存在我的心上，怎么可能把它遗忘。后来故事变得怎样，我们的手依然不放，我所有的悲伤习惯有你陪伴，怎舍得再重返孤单。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我会在附近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进。答应我你不会哭泣，我们要过那么多约定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我相信就会有奇迹。说的我都体谅，我的秘密锁在你眼眶，我们从不同过往，并肩走向同一个方向，梦的重量压在我肩上，所幸有你分一些承担，满天的星光把每一步照亮，所以我们不会走散。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我会在附近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进，陪着你前进。答应我你不会哭泣，我们一个人偶尔叹息，也曾想过要放弃，如今不为自己，也要为了理想这让梦延续。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我会在空气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进。答应我你不会哭泣，我们有过那么多约定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我相信就会有奇迹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我相信就会有。七个月这样过去，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很高兴就是一起做这段这个比赛。金龙大会继续努力加油，带给大家更棒的表演跟演出。金龙大会加油，第二季加油！
这一次就要即将迈入第二季，那也可能会有第三季、第四季、第五季。然后我觉得说，任何你有梦啊、有想要去追的人，那欢迎来到这个原地去加油打拼。我相信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，那大家一起加油，拜拜。超级星光大道准时开唱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超人气动漫剧场《娜娜》。我喜欢在网络上分享。